医生，你去过台湾了吗？啊，你过台湾住？还去了。他没有去过。在台湾你有亲戚朋友吗？我的妈妈都会在旁边哼。在英国啊。他没有。你来台湾工作很辛苦，你受得了吗？人家让人有这么白吗？我去工作哼。在英国啊。他受不了。如果雇主要求你配合加班，你愿意吗？你主要搞完不要放假吧，我同意哼。在英国同意啊。他愿意，你要保证今天你回答的问题和履历表上的内容都是事实。帮我的忙，您能用这方法够找了你们来是读课。那啥读课？他保证。好，现在请你做算术，不能白白来读。现在请你提沙发，不然麻烦被包开门了。不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